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Thank you.
Amen.
阿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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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老
这个是一个新疆青年，这到这里面，这个也不对，年龄也出去，起码的，年龄的，这到年龄上去了，六年，六年嘛都老了嘞，六年嘛都年龄的，还叫啥去不灵的，就得学会下来，这个渠道特别了，那么说，说点通话特别的，爸妈，年纪，家庭什么只要问过的，说的怎么，只要我们说说，没错啊，结果就他大。上面若干就是这样的，这个年纪就是好像啥全部的。各位法友，今天来到此处，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介绍这一个教法，个人感觉到非常的有福。 非常的有缘，那么大众是为了三界皆众生的因缘来，所以十分感谢诸位。我们现在在此要谈的是师长的重要性。那么我常常也跟大家谈，师长可以分为两种方面来理解，一个是世俗的师长，一个是灵性宗教方面的师长。我常常也都跟大家讲这一层道理，也常常呼吁。 应当要重视父母对自己的恩德，重视师长对自己的恩德，以及重视国家对自己的恩德，在意念师长的恩德以及回报师长的恩德方面，应当要朝着身、口、意三方面去实践跟努力。这个是平常常常跟大众所呼吁的。那么讲过的，开路他这个的。 咱基本上没有的，刚认真的人，真的啊，能够说，大家当初他基本一，下面就是拉手了，说他基本一的，等于第一上是的，感觉，两米十六个地方，两米十六个地方说说，然后，这个太阳，阳的这里，然后这个，阳阳他们两只都有。 我说新大所见，老说他们见有新大所见的，新大在那里的，他是那么说，叫那么我磕头了，爬山的新大，在那里去的，这里去的就叫去的这座，原来叫什么？白了大，好了就拉，就是这里拉什么？好了就是这里，他在那个上面去的，在那里去就好了，就新大也好了，就完了嘞。 对嘛，莫拉拉说话，要买的，现在买的，现在的嘞，让他们没办法，怎么叫他们磕头嘛？对别人现在的，不一样的，这他就没得，我要是他说借的，这个他借的嘞，给家去修，这他就自己说老了，在这个地方，伢子里面这里说嘛，他们前面要做那个借的了嘞，人家了嘛，就莫他来干起来的，这里这里他，伢子就干啥干啥干过来。 哎，对，刚刚起来呢，他都给你一直在说的，他都注意什么的，咱们去了之后，干啥子了？生气了，他哪里？哦。
就是南瓜嘛，我的南瓜，第一的南瓜，他们说说说说别人，我说，南瓜从中南国掉来，大家这里人这南瓜大概的，他都不啥出生就是南瓜的，他都不懂就把那手机上架特别看那个，电板机说的，电板机让电板做，他做的电板机呢，因为多大的电板机，你最近去长期，你是没爬过我的这。这个人是广东的地方，一生来爬的，那手机早就马上不对了，爬不了哎，人家人家老大他老大接的儿子，在提到与上师的关，与师长关联当中，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了悟上师的教法，那么。在这个祈祷文当中，它是按照着，首先是按照着各自宗派不同的师长做习性。那么在学义上是由阿育萨迦尼玛跟格鲁这四大不同的宗派，这是从加持传承的角度来说的。那么，这是按照他们所修的各自不同的道而说明有，而说有这四类的宗派，这是主要宗派。那么从实修的加持传承而言，而且从实修加持传承而言，都有所谓的八大车圣的宗派。所谓的车圣的意思，原意是马车，也就是能够运载货物的交通工具。当然，它也有教法之王，如同咱们圣王一般所骑乘的马车，能够运行于各地的意涵在里面。它主要，不过它主要的内容。主要要蕴含的意思，这个车圣的意思呢，仍然是承载的意思，就如同圣门的意思是承载一样，它所承载的是各宗的各派的宗义，所以呢，法师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主张，称之为八大车圣。那么在这个祈祷文当中，是按照八大车圣的实修宗派各自比较知名、主要的祖师，在呼喊着他们的名号，然后。在他们的教下有各自的实修者遵循着他们的道，那么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宗派的实修者，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实修者，其实大家所实修的宗派虽然不同，但是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就近而言，最就近的导师是什么，最就近的老师是谁呢，应当要回归到灵性宗教正法的角度上来衡量，以佛法来说的话，如今最就近的导师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他所开显的道，就是为了要让我们通达就近唯一圣意的那条道，而所开显的道在各自实践当中则有不同的宗派，所以形成了不同的道路。那所以这些各自不同的道要通往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就近的。究竟意，那唯一的究竟意指的是什么？就是佛世尊所说的二谛的道。那这个二谛的教法当中的圣意，便是我们最终需要证得的。所谓的二谛当中的圣意，指的就是一切诸法无二性的道理，这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目的。在大圆满跟大手印等的一些实修教法当中，我们所采行的道是不同的，但是。所有的道都为了要导，都是为了要导向，最终究竟圣意，了知诸法不二的这个道理的。所以，在不同的道路上面开展出八大车圣的宗派，这是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宗派差别来源的缘由。但是，应当要晓得彼此的是殊途同归的。那么要不公义怎么通嘛？喇嘛的喇嘛就把这道理，这是常见用我的意思。如果他脾气用人不错，就用那道理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就常见常见他的，让人说说的，教育多少是也有些的了，什么常见的，这种习惯的。喇嘛的，我的喇嘛的，喇嘛上面喇嘛上，但是让人的，让人个大事的接到了人。这水的手机背了嘛，如果是如果是没个几百拍不好的，就那么没个几百了，那么就个有这一点了，对吧？你个种种过来，那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居士就面对长劫，长劫送了居士就长劫，长劫送对方也是长劫，错了先进长劫的加班啥把车尾巴，车尾巴也要来，这个我那长的都是一些劫了，因为这了这了落卡劫的，这哪能给不先进长劫了？有地子投了大起波了，那么大起波了长过的，你地子大起波了，地有地子了，有了投了，然后哪里那么起来的？这边你那么的就当那个就是你这个就是就差别差别不说不不就是差别有吧那个刚才早晚上差别有吧这个刚才就各种差别有吧这个说话差别这个就各种的那个那么差别有两个要是用这个上面这个那个那么这边呢那个就是你这个对吧这边把接了对吧这边把接了用地接了就不用这个就不用来接被称为养护上师提醒文。那首先要来谈一下何谓上师。正如同第一页的祈祷文所说的，他是三世诸佛的自信，一切校正正法的全源，他是圣僧且大众的主宰者。这个就是我们所依止的上师善知识，我们应该要看待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善知识为一切皈依境的总集体。当然在现象上来说，上师有的看起来是好，有的是坏，但是这完全是从我们个人的主观出发去做的评价。我们应当要从上师那边得到的是他的功德，愿他的功德能够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心中，所以就应当去看他的优点，观看他的功德。比方说从色身而言，上师如何饶益有情的方法，他是透过色身饶益有情，那我们看到他的好坏优劣的差别，也就是在这个色身的展现上界定的。而他的内在功德是什么呢？内在功德就是我们需要去获得的，去得到的那个功德。那个功德就是从身而言，他具足佛陀的法华三身；从语而言，他的语言具足了佛陀所说的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二谛的道理；从心意而言，他完全具备了慈无量心以及与慈无量心无别的智慧，所以他具足了身与意的诸般功德。这些功德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意念上师功德，意念师长的功德，主要就是为了要能够获得他们的功德，让他们的功德进入自己的内心。有一句话叫做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恩人，自己要对自己施予恩惠。这个指的就是我们要从观他人的优点，见他人的功德，而获得如此的功德与优点。所以我们应当看待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善知识完全具足了佛陀的外内密的一切的意义。比方说从外的意义而言，它就是佛法僧三宝的总集；从内在意义而言，它就是佛陀的法身、报身、化身三身的总集；从秘密而言，也就是从密宗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则是上师本尊空行的总集。我们心里要反复的去意念，我所依止的上师善知识，它确实如此具足上述的一切功德。这样子反复思维的话，有助于使我们的信心增上。当我们的信心无量的时候，相应的我们所内心的功德也就成比也就成正相关的增长。所以意念功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真的大大这个大能讲了，真的电板集中不要生前人给的生意，他现在做到那些一啥的，去他们去就是多少钱的，这些工作的，这个钱的呢？我说娘子里把他们这个钱放那个，那里用地方过来，这一点是可汗过来，都他是把他们这个厂里的地方集中不是这些工作的，别人叫他们去把这拿出来了。我说娘子里把他们这个这点钱呢，因为我们没去，不管我说用地方都不要买。别人买个那么几扎起过，谁一个人买？你阴阳感受，别人阴阳感受，控制过来，或者这个东西是从控制上进上去的。
콩투가리 이게 망고처럼 역할 찾기를 이제 빨리 이거를 제가 이거를 콩무슨 말이 라마를 의지해서 뜻으로 사라든지 라마를 라마를 대대주 마마도 대대사포 라마 이런 말을 했지 내게 모르지도 내 콩에 또 빠진다고 이런 말을 했지 제가 어서 뭐래 제비에 따라 제로 제자로 가면 제게 오래 제 강사를 매들 며칠을 할 수 있는 각자 양도 오래 그런 각각 오래 되게 소나들이 소송을 따라 말한 예비시 이제 탑재돼 용띠를 찾는 이제 대기 시발에 그래서 다 비를 담아서 송마에 등이 강사 유모 받기에 탑재 중사만 통보를 했어 그 저타는 일이 했어 또 등이 개인 시발 시부 용띠 탑재 삼월 용띠 통보를 했어 용띠는 뭐 대기 시다 这个也不操作了也不能做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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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做皮
这个人是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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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在普遍意义而言，密法里面特别强调清净观，它的对象应当是泛指一切，对一切的住持佛法、守护佛法以及弘扬佛法的上师三执事都要保持清净观。那么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当要借着去观察、去看见他人的功德而实修这一点。那么就像是一切智的法王尊者他所讲的，人们在实际的路运用上，在实际的操作上，很难做到对住持佛法、守护佛法以及弘扬佛法的善知识上师产生普遍的信心跟清净见。我们大多数的情况是不见他人的功德，多见他人的过失。那么像有一位上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的心意呢是如同佛陀一般的，有时候也是会透过自己的身体的照片让人获得体悟，对人做直指。那他常常就讲了，就是对于不同的观者而言，大家对他的看法不同，可能有些人认为他是，就是上百的人，成千上百的人可能认为他是非常殊胜的，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他是非常没有功德、非常具足过失的。其实人在判断他人的时候，总是从自身的角度去下判断、下定义的。就正如同本师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了，那凡夫常常都会去看别人的过失、挑别人的毛病，但是具足智慧者懂得如何去看见别人的功德，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是凡夫跟有境界的人的差别所在。对于那些具有成就的具有成就的这些成就者，或者是菩萨们，他们确实有真正的实修的功德。那我们要去多看这些实修的功德，多去体会这些实修功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普遍意义上来说，对于所有的善知识上师修行者，应当要这样子的观清净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处我们特别讲到了对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要做起心。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达，实际上一切上师善知识跟自己的上师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这也根本上是也具足他们的一切的功德的话，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些上师善知识从内心的本质都具足佛的法华化三身而言，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行持着利他的事业，这也都是在行为上也都是一致的。他们内心都发了菩提心，这一点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共同点是如此的多。当我们不了解这一层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些上师好像各自不同，其他上师跟自己根本上师也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好像是完全分开了两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他们在具足三身，在行为上，在具足菩提发心上来说都是相同的话，那么本来我们的心是僵化的，如同冰块一样的状况，就可以透过这一层了悟，而使僵化的固结的我执心得到消融，就回到如同水的本体一般的智慧。因为我们了解了一切上师的功德跟自己上师的功德其实是平等的，其实是相同的。在这个祈请文后面也会讲到说，愿能够获得自证的法身，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透过对一切上师善知识观他们的平等性，观他们的对他们观清净心，最终能够体悟这一点。当然这个在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的。总而言之，普遍的清净心遍于一切善知识跟上师的清净心是非常关键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稍微等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
我至诚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离不闻事不成等觉。法藏比丘这样真诚的愿力由肺腑而发，首先他自己的身心世界会转变，他的菩提心愿庄严就成为国土的庄严，就会成为我们众生的庄严。念阿弥陀佛的人要把一切众生都当成阿弥陀佛看，才是一个真正念阿弥陀佛的人。这个愿望里面，阿弥陀佛为我们准备好，就是你要供养佛，随念想供养什么，马上什么就有。你看，阿弥陀佛都给你准备好的，只要你想，一想就有。哎，还不用背着行李包啊，什么那个大包小包的，不用背，应念即生，供了之后就没了，唰，又没了。要看他方世界，唰一个屏幕就出来了，不但能看到三维的，还是四D 的，哦，跟真的一样啊！看一万年前，唰就到一万年前，极乐世界看娑婆世界，马上就看到娑婆世界，啊，你家里人在干什么，马上就看到了，查过去，查未来，啊，就放翻日历本子一样。应念即生，你说几千年佛陀就讲这个了，那古代的人不好理解啊，我们现在人好理解啊。啊，佛陀说在极乐世界要看他方世界，两树之间马上就有一个屏幕出来了，就能看到，这个屏幕还没有障碍，你走过去还不会撞到。我们现在这个大屏还有障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有大屏了，你看那几十年前没有大屏，你怎么想象啊？后来特别在农村，哦，两个木头往拉一个布，哎，就能放电影。我说这极乐世界不就这样的吗？但是极乐世界不要拉布的，直接就看到，看看了之后就也没障碍，然后是全四 D 的，全息，都能闻得到、看得到，清清楚楚的。因为极乐世界是莲花里画出来的，所以那个身体啊，也是。无极之体，清虚之体，没有障碍，正报依报都是这样子的。极乐世界的那个柱子啊，非常很美很美，七宝合成，但是你走过去可以从柱子穿过去，柱子不障碍你，你也不障碍柱子。水也是，这个水你要踏在水面上就踏在水面上，这个水要没在脚脖子就没在脚脖子，没在膝盖就没膝盖，没在腰就是没在腰。哎，你让这个水凉一点那就凉一点，热一点就热一点，具足八功德啊，柔软，好像这个水就在给你按摩一样的。要走在空中就走在空中，要在地上就在地上，或在地上进行，或在空中进行，或在水中进行。微风徐来啊，诸天花就铺在厚厚的呀，那个踩下就漫到脚脖子啊，那个鲜花地毯啊，那脚踩在上面，请问你感觉舒服不舒服啊？哎，那特别舒服啊。然后踩了之后，鲜花自然隐没，到下一个时辰的时候，微风来又新的花又铺满地了。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誓愿，必至无上道，此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迷不闻，事不成等觉。离欲生正念，尽会修犯恨，自求无上尊，为诸天人师，神力眼大光，
普照无际土，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开彼智慧眼，灭死昏盲暗，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工作成满足，微耀朗十方，日月即重辉，天光隐不现，为众开法藏，往施功德宝，常于大众中说法施子后，供养一切佛，具足众德本，愿会西城满，得为三界雄，如佛无碍智，通达迷不照，愿我功德力，等此最圣尊，此愿若克国，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与真妙花。首先我们听了法藏比丘如此大愿，我们每一位心感动不感动啊？我们每个众生心若感动的话，大千就会感动，因为大千世界啊，我们的这个环境跟我们的心灵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法藏比丘这样真诚的愿力由肺腑而发，首先他自己会感动，首先他自己的身心世界会转变，身心世界得到清净庄严，他的菩提心愿庄严就成为国土的庄严，就会成为我们众生的庄严，就会成为十方国土的庄严。佛与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普地六种震动，天宇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身有寂灭。这里面